的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一龙，欢迎回到我们的。所以今天是大家最喜欢看的《战地风云》系列啊，《战地风云》系列啊。那好一阵子没有玩了，所以我想说我就来试看看，我用一个不会用的、不太会用的枪啊，试看看。最终决战可以击破这个窗户。很久没有玩，突然不知道怎么玩。战地五是唯一我在这个 EA 的账号里面还没砍掉的战地系列，那还有战地一，但战地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玩哦，我不知道它是发生什么问题，我没办法连线哦，所以说我暂时把它砍掉。影片的最后，我会跟你们讲一下，我对新的战地的一些看法。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我必须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的手感，我现在的手感是这个 Definer 最终决战的手感。哎，
干我怎么冲过去？妈智障！其实我一段时间没有玩战地狱了，看你就知道。因为我觉得大家也蛮好笑的，比较喜欢看我玩战地狱。索米这一把枪呢，不是美军，也不是俄军，好像是波兰的系统。索米这个，我后来才知道，以前我以为是哪一个这个美军或俄军的武器，就发现到不是。那也因为有索米这把武器呢，那有一个国家开始重视这个冲锋枪啊。Samuel, can you hear me? Cut down half their Hello. 啊，做人失败了，无人救了。如果是我会从旁边绕过去，其实这是战地都知道的方向。哎，这边可以建筑。
其实这把枪我还没有练到全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枪我，啊，实在是，我跟他就是不会用。其实身为一个战地，这种成绩是不及格的。我只能说，这个久没有玩还是有差的。对，我有副武器哦。我这个最终决战玩太久，突然不知道我有副武器。Attention, the enemy have reached the final objective. Charge this way!
OK， 我们再玩一场。其实我本来我今天会录战地五影片呢，一方面也是稍微回味一下，再方面的话来讲的话呢，我先卖个关子，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说。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关卡德军比较占优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Thank you。你死了吗？太早说了。我可能是瘟虫、瘟疫啊！这个来救我的都死了。
should be okay now.其实以前我有说过，以前战地五的时候，这个女兵呢，一开始大家非常的反感，然后到后来就是大家都适应，所以说战地204的那个专家也是哈，就是说，所以我不太相信专家在新的战地里面会完全的抹灭，我不太相信，就跟战地5一样哦，大家自己很讨厌女兵，后来你会慢慢的去接受。不过呢，我觉得这种事情还要等官方新的战地出来之后，我们再去确认。但是我真的是合理的怀疑，你看现在战地系列有女兵，新的战地有女兵，大家就反应就不会这么强烈。我都救你，是。I'm hit. Somebody help. Maybe duck next time. Feeling better now. Give me some ammo, quickly.声音有点，谢谢谢谢。
Action! Now!刚刚我就说过，这个德军在这边呢比较占优势，我不知道它是地形设计的问题，还是说游戏地图的平衡，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玩这一关这个地方德军都占优势。
Thank you, thank you. I got you. 没想到我会救他，对，大家都帮。
果然不出我所料，输。好，我不会很意外，因为美军玩这张地图，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设计有问题，还是我技术不好。我每次玩这张地图，我几乎都输。我只要用美军，我几乎都输，很少赢。 看到我这个好友上线了。OK， 那个，我跟大家，我这两天呢，我观察一下。 战地风云的一些比较细微的东西哦，我在我的频道呢，蛮多人喜欢看我玩战地系列，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哈、哦、啊，那但是说，我这两天我在观察某一个战地玩家，我这样讲，我一定要这样子讲哈、哦、啊，他在他的留言里面呢，他说到他不会预购新的战地风云哦。 那个有好几位，我就不点名了。我是一个小小 YouTuber， 我可能没有这么资格的直接把人家名字点出来，我就不说谁了。那你们大概看到的大概也是知道的这几位啦。好、哦，我没有指名道姓，反正你们自己想也知道。他有说不要预购这个啊、战地新的战地，那我可以跟你们讲哦，他们可以不用预购啊。 他们可以先去玩公关体验版，然后呢，这个我合理的怀疑哈、哦，官方会给他们一个游戏，就是完整的游戏，让他们先去玩。那给他们玩呢，一定是有原因嘛，因为你在这个社群里面，在这个区域里面，你多少有些影响力，就是即使你说的话是放屁，人家也会觉得它是香的。 我这样讲好难听哦，可是我讲的是事实哦。即便你拿了，你即便你昧着良心说话，说真的，你也不痛不痒。为什么？反正正品你也拿了，对不对？然后你也在网络上秀你的东西啊，秀给人家看了、啊。我没有必要这样子哦，我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哦。那你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用，拿去拍卖，怎么 ？Anyway， 无所谓。 但你可以放在某些地方社群去晒一下你的温暖群，温暖这个找到你的温暖潮是可以的啊。但是没有必要说拍个影片跟我们讲说哦我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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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国内，很多国外 YouTuber 也是这样的。但是好笑的是，当这个游戏提到铁板的时候，他已经电电不敢出声音的。好、哦，三 D 2 0 4就是一个例子，三 D 5也是一个例子。好、哦，那。 不是我在唱衰，你们看一下这几年的战地系列，哦，不光是游戏品质走下坡，玩家也走下坡，品质也走下坡，包括我在内，我想包括我在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随波逐流，我们官方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接受什么，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判断的这个能力了。即便你说真话，没有人会相信你。 即便你说了真话，没有人会相信你，反正你会遭人挞伐。我讲的那个人就是我，哦，变成说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
因为现在是个资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候、哦、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说，我记得我前两天的影片我有说过，你会看我的影片，看我的 YouTube 的影片或是我的频道，表示说你多少你对游戏会有一些判断的一些能力在。我不敢说你或是我不敢说你哦，这个看我的影片的人都是非常的啊、就是说我不会讲哈，但是至少来讲的话呢，我有说过，我不是每个游戏都玩的，我是挑好游戏跟我喜欢玩的游戏。悟空我为什么没有玩呢？我不玩悟空啊，我知道它很好玩，但是我没有玩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玩啊。所以说我这几天看到这个那个 YouTuber 的那个留言，我是觉得啼笑皆非，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哈，我真的是觉得蛮好笑的。你叫我们不要预购新的战地啊，是啊，啊，我相信哈，我相信，除非你看了我这个影片，看了我的说话，我相信明年的战地系列，你一定会拍公关 sponsor 的影片，然后会怎样呢？我跟你讲，这个不是我在说，这是某一个国外的大佬他自己讲出来的。他说他们有这个叫什么闭门会议，就是说他把一些国内国外的社群的一些大佬们那个聚集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闭门会议。那他们会给这些 YouTuber 呢放一些这个 demo 影片给你们看啊，给你看的意思就是叫你回来洗地的啦，我这样听得懂意思吧。那洗地完之后呢，你在当下的时候，你会他所谓的 Q&A 的问答 ，Q&A 的问答里面呢，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你不是想要问什么就问什么，官方有限定哪一些问题你可以问，并不是你需要随心所欲的，我要问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说当下那个时候，国外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国外有个 YouTuber 叫做 Lucy 的 L O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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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他的影片里面他都提到这一点，他是参加过闭门会议的人，一个 YouTuber， 英国的 YouTuber。我在他的影片里面，我才知道说这一点，他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他给你只一部分的 demo 让你去看，当下你会觉得说这个游戏好像好像很好，《战地二人世界》就是一个例子，然后你们会玩到一个所谓的一些公关的一些版本哦，我戏称叫做公关的版本，公关的版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会觉得说它很好玩，没什么缺点，然后呢？你回来台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玩的时候我的体验感觉是不差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到在《战地二零四》的释出的时候，这些之前体验过的那些大佬们呢，他觉得说奇怪，他在玩的时候好像问题并没有那么多。可是为什么正式版跟封测出来的时候问题会很多？这个就很明显了，这个就很明显了。不是说我在断章取义，当初有人说我断章取义，我就不说谁了，我就不说谁了。最后呢，影片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新的战地还没释出的时候，先找一下可否可以取代战地系列的射击游戏来取代你这段时间，因为我不相信只有战地系列可以让你玩而已，我不相信。你先尝试着体验不同的射击游戏之后，你再来去选择未来的战地系列，你就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因为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领域接受的领域太狭隘，我们没办法做相比。你的世界里面只有战地系列而已。当一个出的新的游戏的时候，你没办法接受，没办法去比较。因为什么？有比较才会有伤害。你多个游戏比较之后，你才知道说，战地需要什么，战地缺什么，战地领先的哪一些地方。战地失去哪些东西？但战地风云新的战地需要哪些东西？而不是盲目的，官方丢什么球给你，你就是接。哦，以前我是这样子，没错，我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花了这个钱，我发现到我不想多花冤枉钱，我不想多花冤枉钱。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月底有一个 Call of Duty 决胜时刻，我在观察了，我在观察了，至少它不会像。EA 一样 bug 这么多，外挂这么多，这一点是赢过这个 EA 跟 DICE 的这一点。OK， 那影片的最后呢，感谢新的订阅者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知道大家比较喜欢看我玩战地系列，那因为毕竟呢，个人时间有限嘛，我也没办法说一直去泡在这个电脑面前上面，我只是就是尽我所能的，就是我玩我喜欢的游戏，那玩我有兴趣的游戏。至于有一些目前超级热门的悟空啊什么这些之类的呢，对不起，可能不适合我。我也知道我的点阅率不是很高，其实我已经很看透了，我真的很看透了。这个点阅率高低，订阅率人多寡是另外一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够玩得开心最重要，其他我不是很介意。哦，那最后呢，谢谢新的订阅者订阅我的频道。那你不嫌弃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这个频道你好像没有让你学到什么东西，知道获得到什么东西，你可以退订我的频道。我不勉强，我真的不勉强。OK， 我是一种，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time。